下一位队长就是徐梦桃，来，桃子队长，你们最初心仪的歌曲是《十一》。根据我们的后台数据，并没有队伍对徐梦桃队使用消消卡。那就恭喜徐梦桃队选择歌曲《十一》。啊？哦哦哦！你们没有人拦他？你们不是消了吗？哇！你们没消吗？然后是拦了吗？没有，我们是投 Jessica 跟那个维维。因为大家都觉得他会被消，所以就没有人消他们。四个队都没消我。跟我说的时候我很实在嘛，我就说我想要唱秀，他可能是感觉到我这么明显想去唱秀，那可能别人就消我们了，那我把这两个名额给其他的两支队伍好不好？其实他们是在做自己的计划当中的时候是排除了我们。我觉得他们两个对都是选十一，但是你看你消哪一个咯？消哪个是这样的，他们两个咱们看看人谁的分平均分高点啊。对，好聪明哦，有选择权好像是吧。